我们来听这个，Good Night Already 这本是《鸭子和大熊三部曲》的第一集。那这一本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开始喜欢鸭这个子和是大熊的原 I 因。love you already。对，这本是 I love you already，哈，这是 Come home already。然后啊，这这个是第一本是 Good Night Already，是 Good night 可以说晚 already。安了吗？好，Good Night Already。鸭子和大熊的第一集也是非常幽默的绘本。它的一开始呢，鸭子在看一本书，叫做《101 Ways to Stay Awake》，是101种要醒着不睡觉的方法。它房间好亮啊。I've never been so tired. I could sleep for weeks, months even。它是大熊呢，在另外一个很暗的房间说，那就是它的小兔兔说：“哦，我从来没有这么累过，我可以睡上几个礼拜，甚至几个月哦。”鸭子就说了：“I've never been so awake. I wonder what old bear's up to.” 然后他就说：“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耶。”他一边在喝咖啡，他说：“我在想呢，大熊不知道现在在干什么呢。”大熊就说了：“I can't wait to sleep. Here we go. Yes.” 他就是盖上被被啊，他说：“我等不及要睡觉喽，我们一起睡吧。”他跟他的小兔兔一起睡。There's me, duck. Open up, come on, buddy. 他就在敲他们家的门呢，说：“哎，是我啦，大熊，赶快，我是鸭子，赶快开门呐，好朋友。”然后大熊只好下来，我来开门喽。What is it, duck? I was fast asleep. 他说：“你怎么啦，鸭子？我已经快睡着了，已经睡着了，很睡熟了。”Hey, I'm bored. Wanna hang out? 哎，我很无聊哎，你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呢？” Wanna play cards? No. Watch a movie? No. Start a band? No. Mix smoothies? No. 然后呢，他就说：“你想要玩扑克牌吗？”他说：“不要。”“要看电影吗？”他吃爆米花。他说：“不要。”“啊，想要玩乐队或乐团吗？”我他说：“有不要。养过。”对，他说：“你想要打这个 smoothie 吗？打奶昔吗？”他说：“不要。”Taco night，那他说你要一整个晚上都聊天吗？不要。Play cards，you already said that。他说你还是你要玩扑克牌呢？他说你刚刚讲过了啦。Read books to each other，no。然后那我们要互相讲故事给对方听吗？他说不要。Fine，good night already。他说好啦，那就算啦，晚安。Whatever，随便啦。啊，bad yes 啊，他说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回到床上。Almost asleep 啊，快睡着喽。这时候谁来了？鸭子又来了。这鸭子又来了。Psst, bear, it's duck from next door。他说：“哎，熊，是我啦，这鸭子，这是隔壁的鸭子哦。他又回来。”What？他就很生气了，你干嘛啦？他有一个盾子的枣呢。对啊，I want to make cookies. Can I borrow some sugar? No. 他说我想要做饼干呢，我可以借你借点糖吗？他说不行。Butter? No. 那奶油呢？他就说不要。Dough? No. Salt? No. Butter? You already said that. 他说那还是面粉呢，还是盐呢？他说然后还是奶油呢？他就说不要不要，而且你这个你那个你刚才已经问过了。Can I just borrow some cookies then? No. 那我可以就跟你借点饼干吗？他也说不可以。Good night already. 他说好啦，他说晚安了。That duck always bothering me. I need to get some new neighbors. 他也可以睡呢，好厉害！Later though, too tired. 他 Must sleep. 也可以睡呢，好对，厉他说这害。个小兔子眼睛也可以闭起来哈。他就说：“哎呀，这只鸭子真是很烦人，一直在烦我啊！我必须要找个新的邻居才对。”他说：“哈，等一下再说啦，我现在要先睡了，太累了。”然后呢，睡到一半，他又来了。鸭子竟然在，他就啊，他就吓到了，因为鸭子在他鼻子前面。How on earth? I use my spare key. That was for emergencies. This is an emergency. 他就说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他说我用了我的备用钥匙啊。他说那个备用钥匙是紧急的时候才可以用的。他说这就是紧急事件了。
What? What is it, Doc? What's the emergency? 他说好啊，那你说是什么什么紧急事件？ I stubbed my beak, see? 他说你看我的这个嘴巴，我说鸟嘴受伤了耶。Doc, you've got to stop waking me up. Out now. 他说鸭子你必须要停，你不要再把我吵起来。那个烫的，应该就砰这样子就很烫。是吗？哦，他撞到了是不是？他说呢，你必须不要，你不能再吵醒我了啦，你现在就给我出去。他说 ，But 啊，可是 ，I said good night already。他说我说过了，赶快，已经说过晚安了，快走了啊。Bear is so grumpy. His bad attitude is making me tired. Once upon a time, there was a. 嘘。他说哇。这熊实在是脾气太暴躁了，他这个很坏的态度让我觉得好累，搞得我好累。然后他就开始讲一个故事，说啊，从前有一个，就才刚讲到这边，他就睡着了。结果呢 ，I've never been so awake。就熊在这边做饼干，因为他说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，因为他已经被吵醒了。可怜的熊。兔兔睡着了，可是熊在做饼干了，就鸭子也睡着，只剩下熊是醒的，就好像弟弟还有你小时候常常吵妈妈，把妈妈吵醒了，然后说妈妈睡不着，然后你们就继续睡。好啦，那这就是 Good night already 的故事。 Night night already Good night。